这歌就是吼，伊个马来西亚，伊个有咧装饰音的所在，吼啊，你著来唱吼，伊个足轻松啊唱。啊，风的王子的主，吼安尼，哦啊，就迄声尾出来吼，啊，即嘛。来，我阿个用伊大家咱的琴哈来伴奏吼，啊，咱即出来哦，哦，照安尼哦，吼，来。Thank you.
今仔日吼圣诞的主日，啊，咱礼拜的中间吼有一首歌，
啊，咱每边的姓氏咱有改吼，啊，所以咱即马来唱一个，哦，咱每边的姓氏吼，啊，有甲改做新姓氏399首，新姓氏399首。咱来看咱的中词单只哦吼，啊伊这首诗吼，真正是爱唱吟两遍。啊伊头啊啊，迄、那个米字吼，甲咱弹有一个前奏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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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，有一个前奏迄、那个吼了，咱才开始唱。啊，但是吼，咱唱一遍完成，第二遍咧唱的时，都无前奏嘛，无前奏，吼。啊，第二遍就是接落去唱安尼哦，好来，咱来试一解看卖啊。啊，但是头后有一个前奏，吼、哦、前奏就是 B D C 吼，哦，甲咱用钢琴弹安尼哦，吼、哦、来，咱试一解。所以这首吼、哦，每遍的诗就是有前奏，但是一摆咱唱了吼，都无前奏也无前奏，咱就直接对喉吼去唱一摆两摆，吼安尼好，安尼啊，咱这是下段时间。一个孩子为咱来出世，一个囝想祝福咱，国情要打在伊的肩头顶，伊的名要称作奇妙的牧师，全能上帝，永远伫第一排，也是和平的人君。啊，咱来学乐，请咱起立，咱来唱，咱着对对主唱歌。
这这是当然做伙阿头来祈祷，听从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用无比的疼来疼你的百姓，特别是阮台湾伫这个世界各国拢受到武汉肺炎的威胁的时，侪侪所在生活受到影响，侪侪人健康受到威胁，侪侪人死是地到地。特别来的圣诞节期，侪侪所在看袂到往年的气氛，独独伫阮台湾，祝你听阮到安尼。阮的生活日常无受影响，阮甲主的疼无隔断，会当大声唱歌赞美主，兄弟姊妹欢喜聚集。主，阮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当阮伫遮欢喜庆祝圣诞的时，阮记得这个起头的疼。主，你是为阮世间人来出世，为要救赎你的百姓，真做赎罪者。主，愿你的灵运行伫这世界，除去阮的恐慌惊吓，互病毒早日受到控制，互你的百姓得到医治，身体欠安的得到医好，心神爽向的会当回心转意，返来到厝的上帝的家，甲阮同欢喜。求主赐智慧甲快乐，互阮的总统甲国际阮的同志来，为阮台湾做搁较好的工，也愿看顾阮无离。感谢主，阿罗主无煞，归因因光，归主圣名，愿祈祷感谢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，阿门。大家啊，咱做来读新的诫命啊啊，伫就播完吼，咱请咱做声来读，咱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咱的上帝，世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咱着疼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专入发觉身体的总分头，注用新的界面予咱，就是咱着三疼，亲像主捌疼咱，咱也着安尼三疼。咱若三疼，正人要对安尼知，咱是主的学生。过来圣经要跟阿主的话，咱要请张丽玉姊来为咱圣经。今日看的圣经是《路加福音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搁一页是《哥林多后书》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十节。丽文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来共读圣经《约翰福音》第二章第一节。当迄时，该撒阿哥。属于台北的家，所以对家里的拉萨的城就去犹太，甲台北的城名叫伯利恒的。咧，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三甲做家甲。彼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，伊伫遐的时生产的比较，就生头像啊，用布包伊。予伊困伫槽里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安稳伊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五节，我要为着即号人夸口，若是为着家己，除我软弱以外，我无要夸口。我若爱要夸口，也毋是戆，因为我要讲真实，总是我家己的约，我家己约束。行了的人会评论我，较过头伫伊所看见我，也是伊对我所听见的。佫因为遮的启示的极大，要得我过头自高，所以予我肉体内有刺，就是撒旦的使者来拍我，要得我过头自高。为着安尼，我三拜求主，予迄个离开我。
伊甲我讲，有我的恩，你就够命，因为我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来行，所以我真欢喜。较爱夸口，我遮的软弱，互基督的气力带伫我，所以我为着基督，了遮的软弱、欠缺、困疲最欢喜，因为我软弱的时，反转有气力。以上，我食袂着火。那即时，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。今日一般所要献的诗歌是《万王的王，主的主》。是信息，今日郑国忠牧师要为着咱讨办的信息是，只为软弱夸口。